时间为下午四点，但各位委员已投票截止前，均已投票完毕，可以先进行开票。好，现在请工作人员布置投票所，并请三位监票员就位，执行监察职务。报告各位委员，投票所已经布置完毕，监察员就定位，请各位委员凭出席证领选票投票，编号第一号至第六十号至南七领票处投领票，六十一到一百一十三号请至北七领票，现在开始投票。